一章到二十三章，这有较长历史啦，吼，来来，大家看。耶和华吩咐摩西、阿伦对因讲：“恁要吩咐以色列人中的人讲，伫地上一切走兽中，通食的活物就是食的。”第三章，去那军队、骑车、翻草的前生，恁拢通食伊。独独翻草的是分地中间唔通食的，就是食的。骆驼因为翻草无分地，对着恁是无清气。三番因为有翻草无分地，对着恁是无清气。土啊因为有翻草无分地，对着恁是无清气。第七节，猪因为有分地，骑车总是无翻草，对着恁是无清气。遐个肉，恁拢唔通食；死个，恁拢唔通摸。对着恁是无清气。第九节，水中恁所通食个，就是食个。囡仔伫水内、海里、河里，有湿有蓝个，拢通食伊。囡仔伫海里、河里、水内一切动物，就是水内一切活物。囡仔无湿无难的，恁拢着抓伊做见效。遐个对恁是可恶的，恁毋通食伊的肉，死的也着抓做可恶。十三节、十二节，囡仔水内无湿无难的，恁拢着抓做可恶。鸟食的中间，恁着抓做可恶的，就是食的恁毋通食伊。因为是苦，就是烟、烟、雕、烟、小烟甲伊个类，乌鸦甲伊个类，刀鸟、江个刀鸟、鱼烟、雀烟甲伊个类，暗公鸟、鹭鸶、鸽鹅、鸟头烟、地蛾、草头烟和白莲丝。甲伊个类，地价只甲蝙蝠二十只，伊若有湿个虫用四脚行个，恁拢着抓做苦哦。若倒有湿个虫用四脚行个，其中有脚有腿用来跳伫地面个，恁也通食伊二十二只。其中有蝗虫、蚂蚱、蟋蟀。甲伊个类，蚱蜢甲伊个类，遮个恁拢通食伊。独独见有四有四脚伫爬个物，恁拢着抓做苦哦。即是要请圣乐队来学乐。